鱼啊！天哪，一条大鱼，它要干什么？还好，它走远了。快，请求支援，这条鱼疯了。 刚才那是谁？救援队吗？怎么只有一个人？救援队还在路上，那他是谁？快放了他们！快放了那条鱼，他马上要产卵了，他的伙伴为了救他才撞击渔船的。放了，都放了，快点，全都放了！ 你好啊，波利，金属歌王的报道写好了吗？张总，还差14分53秒，太阳才会出来呢。哎呀呀，一直打到阳光人设的金属歌王，竟然会出这种丑闻，实在太劲爆了！我得让世界一睁眼就看到我们的独家报道。可是，哎，我半小时前，哼，才拿到第一手资料。 谁叫你是我的王牌写手呢？这种救火任务交给你，我才放心嘛。说到放心，我升职的事儿什么时候能让人放心啊？推荐信已经递交总部了。不过，全球新闻总监这个职位一般不会给娱乐记者。所以呢？你得发表一篇阅读量爆棚的社科类人物专访，从狗仔大姐头转型成良心社会人。 知道邹成泰吗？是新出炉的诺贝尔生物奖获得者，他运用太湖 3.0 光纳系统实现了人鱼对话。啊，跟鱼说话？他可是第一个拿这个奖的中国人哦！现在全世界的眼睛都盯着他。别说我没提醒你啊，要是你能做个邹成泰的专访，新闻总监就是你的囊中之物啊！可你也说了，全世界的眼睛都盯着他。 哪里轮得到我抢头条？所以说是考验实力嘛。这个邹成泰是个怪人，他拒绝所有采访，而且不参加任何非学术的社会活动。拒人于千里之外，哼，给个电话，我肯定行。抱歉呐，他拒绝使用一切先进的通讯设备。啊，搞什么？当自己是穿越来的古代王子吗？哎，不管怎么说，搞定他就是你最好的机会。 渔港村。
啊，我出生的地方变化好大。很高兴为您服务，请问您要去哪里？渔港村警察局。好的，为了保证您的安全，请不要在行驶途中摇晃身体或做出其他危险动作，谢谢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们不能把居民的个人信息交给你，拜托，我玻璃可不靠你吃饭。哦，只要人在这里，我就一定要把它挖出来。邹成泰先生只在博物馆做过一次讲座，有人好几次看到他对着公园的池塘嘀嘀咕咕说话，哼，真是个怪人。他的购物地址设置了自动加密，不管怎样我都要找到你，邹成泰。这就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。哇，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渔港彩虹。我可是神偷手，看我的！你看你在逃啊！需要帮忙吗？一只鸟抢了我的吊坠，扔水里了。它很重要吗？非常重要，我戴了十几年了。嗨，朋友们，帮我个忙。请帮我找一个吊坠，刚掉下水，长得……吊坠有这么大？上面的宝石小手指大小。你能和鱼对话？你是邹成泰？你好，你好，邹成泰先生，我叫玻璃，我是……邹先生，他们还没走，是不是还想说什么？是的，就是这个，干得真棒，谢谢你们。给你的吊坠。啊，呵呵，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。哦，对了，你好像是我的小学同学。哎呀，呵呵，也许你已经不记得我了。我记得你，更确切地说，我记得翠波。我已经改名叫玻璃了。来，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，记者玻璃。你还记得这个吊坠是哪儿来的吗？你说这个？小时候我出过事故，很多事我都不记得了。不过这个我戴了很多年，拿下来就觉得脖子空空的不舒服。它很漂亮，不是吗？的确很漂亮。为了庆祝见到老同学，当然也为了你帮我，我请你吃个饭怎么样？或者喝茶喝咖啡？到我的研究室去坐坐吧。好啊。翠波。来了来了。我不叫翠波了，我叫玻璃，玻璃哦。